不能不走。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再见，又不怕偶像剧。海有说不完的话，风随着我们出发，把笑和泪都留下，留在这一年的夏。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？就是面向的。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，关于面包和理想，还有平凡和伟大。行吧，那么先走。就这样出发，再见吧，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，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。谢。你说赶哪个地方？时间会回来成长，成长会回答梦想，梦想会回答生活，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，海洋会回答江湖，江湖会回答河流，河流会回答浪潮，一起跃入。怎么样？搜不出来，搜出吧。拿下。哥哥哥，哎，你快点，还有五分钟直播了。行，待会儿待会儿啊。为什么你换双鞋？没事，看不见。啊，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刚做的这个牛仔外套。啊，跳舞？那我给大家跳个舞吧，我不太会。时间会回答成长，成长会回答梦想。其实我今天花时间做的。梦想会回答生活。谢谢，欢迎欢迎。那我给大家唱个歌吧。方向。